比较资深一点。好，非常欢迎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各位知道等一下要做什么吗？豆腐。少一个字。我三豆腐。又多了一个字。豆腐脑。做豆腐。是要教你们做豆腐。来，在座位哥哥小姐姐们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曾经自己做过豆腐？没关系，来举个手。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好。他在拎刀洗做贵豆腐诶，也去。没有。也没有。哎，我要先看一下。看过人家做豆腐，有没有过底的哈、哦？那其实不是这个，是说想一下，因为有些地方不没有那个做过豆腐，可以稍微夸张一点，哎，但是也不能太夸张的哈、哦。那有看过算吗？就是看过不算，就是你真正亲自动手做过，或者是哎，看啥，温刀洗做豆腐诶。一般来讲。